有一笔经费的，所以我现在账号上。你不能，哎呀，你和这个本来给你搞到一笔钱嘛，你他妈的这个弄出来很好的呢，你硬要去瞎整。没有，是那个两个宝宝，我很担心那个两个宝宝，我现在搬走了以后我会告他们的，知道吧？先搬出来然后告他们，他们太不像话了，又是骚扰又是歧视。不过我在那个地方的话，我不能做那个就是任何的那个 legal action， 因为他们会害我在那个环境当中，所以我先搬走，我以退为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地址，那个马哈顿那个公寓的地址，你能不能给我发一下？Hello， 没声音了。Hello， 哎，我在啊，英年律师，我等着你呢。No problem, no problem, yeah. 你去把它搞定，你去。现在马上有这笔钱吗？有，马上有这笔钱。对，你去拿下来，我怎么样把钱汇给你，你告诉我，我马上给你汇。不是汇，现金。我先把放，我不要，有的时候这种事情他妈一夜就会出事情的，就是他昨天还没有还好几的。急得一塌糊涂，这弄不出去了，可能今天就不要到今天就没有了。 OK， 我再给他打。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说你那边知道，我这边的是紧急情况，我得从那个地方先赶快撤，然后同时的话呢，我得到法庭上去 show cause， 然后的话我要给那个法庭指明他们是又是骚扰又是歧视，这个两边都得做。然后呢，你那边你是顾不来了，你要退你还是要继续做我的代表，你告诉我，现在你还没退出来。我当然退出去，我是退出来。 OK。
也是。